各位同学，大家好。感应篇，内篇内面的注解内容啊，非常丰富。但因为时间的关系，未当将这个注解精彩的所在一一提出来，甲大家报告。但是这本书流通量真快，希望大家家己哎呀认真努力来学习。特别是哎，时时依照古圣先贤的教诲，认真来反省，改过自新。咱才会帮助家己脱离苦难啊！唔，那是现前的苦难。一般人重视现前，伊唔知影以后的苦难比现前唔知会严重偌济倍，这是值得咱警惕的。最后的结论，忠信圣贤者，未有不协圣贤之报者。这句话结得真好，也是勉励咱，咱来尊敬信仰圣贤人的教诲。什么是尊敬呢？什么是信仰呢？总在以教奉行，咱啊，即会得到如圣贤所讲的真实的果报啊。第六十节一句：亲临道德。注解一个开端就甲人讲，世间道德之人，倒一寡人是道德之人呢？如读书明理之儒书儒家，刻苦修行之正道。这是有道德的人，哇！这句话讲，都啊是名利，德呢是会将伊所明之理落实伫生活上，叫做德行啊。下面讲咯，言为法则，行者楷模，就是咱现在所讲的，学为人师，行为示范。这款的人，就是道德之师啊。因的起心动念，言语造作。是为社会，是为众生，不是为家己的。所以讲桥顶出轮，因超越
一般普通人对到位超越呢，普通人起心动念，拢嘛是为家己，心量拢真小啊。有道德的人，心量广大。在佛法里面讲呢，发菩提心，行菩萨道啊。无论咱现前是甚么款身份，是从事倒一种的行业，拢爱把这个道理，拢应当爱修学。所以心爱大，但有常讲的量大福大，大家人拢需求大福报，大福报对对来，唔知影。先人的教诲教太侪咯，也难疏忽咯。嘛，常常听，甚至讲家己也常常咧讲，讲咯听咯，无在意啊，无在意是真正无将伊放喺心内，无真正甲伊放伫个即个行为上，所以事成的久无家己得袂着。但咱生活的世间，世出世间的圣贤，那是中国、伫外国其他宗教，大圣大贤，几乎是依靠同声，甲咱宣布，啊，圣人之美，不圣人之恶啊。人做迄个代志，对社会众生是不利，咱袂甲帮助。哪讲伊啊，对于社会众生是有利益个，啊，咱来尽心尽力去甲帮助，随喜功德啊。这个功德，甲伊所做的。这个随喜功德，甲伊迄个所做的功德是无离无别的。为什么呢？恁的心是同款呢？伊会当亲身去做，是缘故作；我袂当啊去做，我缘无故作。咱的心量是同款的，平等的，所以得到的福报也相等。那讲是看到别人的好事。事情的代志，如果是嫉妒障碍、言语诽谤，用种种无正当的手段去破坏，这个罪就重了。啊，佛的同修拢知影，五业罪内面。有破有合精呢，这个意思真宽，但是啊，真少人会了解，以为破和合精是破坏精团。这个对于这句话了解意思非常的微细，和合精的本意是什么呢？精也是团体的代名词，而且这个团体是和睦的，所以叫做精团呐。无一定是指出家团体，世间任何团体，只要伊啊领导甲被领导。组成的分子，伊
美和睦啊，这个团体就叫做精团，无一定是指出家人。出家人斗阵啊，袂好合，迄就毋是叫精团咯。所以佛讲的这个意思，咱一定要了解。所以叫做好合精啊，好合佛家讲的六个条件，六合精啊。咱伫其他宗教内面看到，天主教内面咱看到，伊斯兰教咱有看到。伊那确实呼叫六合敬，这个团体对社会对众生是有贡献的。伊做出真正多福利的事业，那是咱对伊恶意的批评、恶意的诽谤，这个罪业是对地狱啊！即阵的意思，知影人少咯。伫中国儒家、道教，遐真正修行的人。拢是符合精团呐、啊，啊，咱甲看其他宗教，只要真正是信奉宗教，明了教义，依教奉行，除你其他，无一个毋是精团。精团内面，佛教的精团比其他宗教精团殊胜的所在，那就是佛教内面啊，无自私自利。佛的教诲，无我相、无人相、无众生相、无寿者相，这是啊，超出一切精团以上了。但是咱想看卖，咱有佛咯，加入佛教精团咯，咱也是有我相、人相、众生相、寿者相，咱就决定袂伫其他的宗教顶面咯，甚至也阁不如其他宗教。咱来凭良心来讲话啊，为用你助战非他，人的好处啊，都是好处；人的长处都是长处啊。咱看到了爱称赞、爱赞扬，啊，咱不如别人的所在爱承认、爱悔过啊。佛法是观，那是殊胜，无做到啊。对有这些有道德的人，伊那是侵犯着，这个罪过就重了。啊，你对因，哪讲无尊敬？你啊，也阁轻视，有意无意之间侮辱伊，欺负伊，障碍伊，
实在讲，佛家即系结罪，唔是讲结罪你障碍一个人。你欺负一个人，侮辱一个人，所以说啊，就是讲因的道德、学问、德行，对社会有真正大的影响。你侵凌、侮辱伊。是破坏社会大众的信心。我伫经典里有讲啊，即个善知识是众生的眼目，黑暗的明灯啊，引教化众生。现在人是社会上的善人，是社会大众的好榜样啊！你侮辱、诽谤这些人，不是对伊啊，你是对整个社会一切众生的侮辱啊！将一切众生善良的模样毁去了，我社会大众失去善恶的标准，这是罪过大了。因为这款的结罪，你才会对阿弥陀讲，我倒转来。你对有道德之术的称赞、拥护、帮助，功德是无量无边呐、啊！家乡和福就在一念之间，所谓感恩的人，一定是专心专力、赞叹协助。咱的力量无够，缘分也无够，咱仰望之心是圆满的，咱称赞的心是圆满，也是会得到圆满功德，何乐而不为呢？为什么要自作罪业？今天时间到，咱就讲到这地啊。